地的居民吗？哎，对对对。这以前有这样子过吗？没有哎。是啊。对呀、啊，以前都没有这样子啊。哎，对呀、啊。那这是怎么那个什么时候发生？差不多两点，下午两点四十三分那个时候吧。对呀、啊。那你有听到声音吗？嗯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正好从池上回来，我们正在开车，那个车子都一那个方向盘都没有，没有办法握住啊。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说原来是地震，我看那个树都这样摇，才知道是地震了。看到这样，会不会怕？会呀、啊，从来没有这样，会怕会怕。贵姓？我姓胡。胡好，胡月虎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拢救起来啊，啊嘛救到路啊，都不知道。